真心吧，我应该是那个钢铁侠吧？对，就这个 Iron Man， 然后一个是啊，来跟我们所有的新加坡还有海外的朋友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叫吴卓羲，现在来这里跟大家见面，多多指教。好谦虚哦。还有在后头也有朋友耶。哎 ，Hello。这是我们360度的宣传台吗？很晕。对，很晕。谢谢。哇，今天你来是为我们谋福利，对，因为通常都在电视荧光会看到你的节目，今天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到吴卓羲，大家开不开心？开心。听他们说开心。啊，自己打打气，我怕等你刚才问了，我怕他们不说。哦，我自己先说。不会的，你还没来之前，他们已经很嗨了。哦，是吗？是的。哦，我都没有灌他们。我没听见，我没听见。都是我们的这个一楼的朋友在尖叫，我想二楼、三楼、四楼跟位于五楼的朋友，我们来一起尖叫好不好？ So level 1 to level 5， let's let out a very loud scream for Ron， 所以准备好了没有？三二一，还好有人叫。还有 SQ 要出来了。 OK， 当然呢，我们呢有这个吴卓羲讲的现场。最近你在忙些什么？最近之前我拍完一个电影跟刘德华。男神跟男神拍一件电影，他是我的偶像。偶像，你是他们的偶像。谢谢。然后就可能10月份要去内地去拍一部古装电视剧。古装电视剧。对，我很怕，很冷，很冷。冷。对。对，所以你拍过在冬天拍过古装剧吗？这必须的，因为我们以前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夏天就肯定拍古装，冬天就肯定有下水戏，就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练就一身好功夫，这么 fit 啊？没有，扎 fit 啊？就是练到我经常生病。不会啊，不会的，很 fit 啊。fit 没用，那个身体里面都是50-60岁的。这么一听，我想这里我们的所有吴卓羲的后援会呢，很快要熬一些东西给你了哈，一些糖水啦，一些补汤啦哦。当然我觉得我有个建议，因为呢这里好多都是喜欢吴卓羲的朋友，所以我跟你换个位。哦，为什么？好吧，过去的。OK, take care of all of you. 所以你看，我们要为我们所有的粉丝谋福利，对。那今天你来到我们的美丽誓言入驻 Sasa 的品牌发布会，你看我就是 Sasa 那个穿的，今天还不穿的。Color， 对。shocking pink 真的。哦，对啊，就是因为我知道莎莎就是那个粉红色那个字，所以肯定要挑一件就是粉红的来参加这个活动。很专业，很敬业。必须的，必须的。那当然，现在呢，我们来有一个小互动，好不好？当然，这个小互动呢，是我们要测一下你对我们美丽誓言的产品有多了解。可以啊。你用过我们美丽誓言的产品吗？用过啊。什么都用过吗？你看我皮肤好不好？啊！然后用过啊。当然用过了，好自信啊，什么都用过了。对。对，所以既然你什么样的产品都用过了，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我们的人气主播上台来跟你讲述一下这个美丽誓言的产品。好啊。然后呢？你必须告诉我这个产品的名称 ，OK？ 你不能看哦，你不能看哦。我不能看前面，我不能看后面，还是不能看前面？哎，我觉得这个 packaging 可以这样看，大家可以看到哈，对，不然大家看不到我们到底摆了什么。哎，来，好的，所以呢，这么多产品，他们呢会随便讲出任何我们美丽誓言的一款产品。讲述过后呢，你必须猜测他在讲哪一样产品。哦，谁讲？我们的人气主播，好不好 ？OK， 好 ，All right，OK，All right。所以现在呢，让我们邀请我们第一位人气主播赖唯一。
来，唯一，你上台来。我们当然也有一个麦克风要递给我们的唯一，好不好？麦克风。OK， 对不起，我来，我跟主播 OK， 来，主播，你告诉我任选一款 OK， 然后呢，我们的吴卓羲与 Roman 就会猜你在讲哪一款。它的作用是，就是坐飞机的时候，如果你要休息的话，可以让你眼睛得到很好的放松。哪里？坐飞机，眼睛得到放松。你刚飞过，我比较挑，我就是。你觉得他刚才的那个？对，就是你刚才坐飞机来吧？我今天九船。其实我昨天凌晨坐飞机来，早上七点钟才到。哦。因为昨天晚上我在内地区工作，所以马不停蹄。在飞机上也用了。所以你知道是哪一款？这款。是这个吗？哎呀。哎呀蒸汽眼罩作用就是让眼睛去它红白血丝，然后可以去眼袋跟眼圈，然后让眼睛得到非常舒服的状态，眼睛非常明亮。对对，像唯一这么明亮，像你眼睛这么明亮，是吗？那你可以放电，你可以放电，然后试一下试一下，那你电力够不够？今天我漏电了，漏电了啊！对，看到你们已经漏，好像这边也被电到了。OK， 我 test 一下，我们来 test 一下。放电，假如他们收得到电的话，他们会尖叫，所以你可以往这边看一下。杰里的杰里，是这个吗？杰里啊，杰里，哦，好的，哎。OK， 不错不错，有电力，有电力，等一下再继续充电哈。哦，对，再充。再充啊！来，唯一，再来一款，所以这么简单就让它过关了哟。难一点。这一款产品呢，就是适合一个星期用一次的，然后它是用在脸部，用它呢，它要一直按摩，然后它可以清洁我们毛孔里面的垃圾，然后就是对清洁毛孔的垃圾，对毛孔的垃圾。毛孔的啊，不是这个，这个是这个吗？这个厉害，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星期这是我们美丽世颜的碳洗面膜，它里面有配一支十毫升的洗面奶，然后用这个面膜之前，先用那个洗面奶洗一下脸，然后敷它的时候一直按摩，然后按摩的时候让那个毛孔里面的垃圾就是被面膜吸附出来，然后敷15分钟以后拿下来再继续按摩，它里面的垃圾就基本上就被这个面膜吸引干净。你都挺熟的，对，因为我你比我还熟，我已经很清楚。因为我有用。厉害厉害，掌声鼓励一下吧。谢谢唯一，谢谢。哇哦，所以难不倒你哦 ，Ron， 你好棒。这个当然了，你看我皮肤也知道了。我近距离的看到啊，所以待会儿大家也会有机会近距离的看到吴卓羲，待会儿有我们的这个合照的机会，所以千万不要走开了，你得这么近距离，在这么近距离。OK， 好的。接下来再邀请我们另外一位人气主播上台，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人气主播刘颖。到你了，到你了，站了，我给你机会，站这里。好，我来，哇！这个不敢做，因为我会被人家砸石头，所以到现在都不敢做。对。来，刘颖，我要不要拿到台上？可以。越难越好。其实他除了有美貌以外呢，俊俏的外表以外呢，他的这个智慧也是非常高的。So looks you so have a try. Yes, go ahead. 先我们来一个简单一点的，这是一款面膜类的东西。然后呢，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保持非常非常水嫩的状态，但是它是涂抹的，不是贴片的。这个是这个吗？果然难倒了，是不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对啊，这是什么？这是那个湿粉香。对，是吧？错了吗？错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它都是涂抹的面膜，面膜。涂抹的面膜。是不是？
哦，是这个。对，水面膜。对，水光面膜。对，这一款面膜呢，最适合懒人啊。如果你这个适合谁？很懒的人，懒惰的人。懒，是我。不是男人，是懒人。OK。如果有两个通告，很累的话，如果想接下来面膜那种很麻烦，你就可以直接涂。涂了它就可以睡觉了，然后它可以让皮肤第二天早上吸收，对，就很水润。好。对，这款面膜。OK， 很好，这个是水光面膜，你刚才说过的。OK， 还有多一个产品来。对，我们下面来一个简单一点的。好。是一个彩妆类的产品，然后也是可以让皮肤变得很有水光的。刚才我上台的时候已经介绍过这款产品了。这是可以化妆用的，所以看一下刚才可以就不知道哦。水光类。哦，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一款。对。水光湿粉。嗯。好厉害啊！好厉害。因为我彩妆都了解，这还有用吗？有用吗？有用啊，有用这个。水过来看我，就知道了。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刘颖，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三三上来，好不好？好，快速哦，难不倒你。其实这四个我们都已经问了，所以我们现在只剩下这四个，所以简单多了吧？来，三三到你。近点，我给你一个机会，来，不要害怕，我抱一个正这么远 ，OK， 好，喂，请继续讲话，你忘了 ，OK， 产品，珊珊你忘了，产品，对，有点懵，近距离看男神有点懵，是来。先来讲一下，我刚刚有说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款底妆产品，它的遮瑕功能是特别好，遮瑕功能特别好，现在女生都会随手携带的一款，里面还有100万个气孔，然后遮瑕特别好。我看看，不是面膜吗？我不知道啊。BB 霜，对对对，就是这个吧？是吧？对对对，是。你回过神来了没有？回过神了。好，来第二道问题，来。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美誓言新出的一款面膜，只剩下三个。然后我们亲切的称它为钢铁侠面膜。哦，那我就知道了。哎，你又知道这么快？就是那个美丽是像红书的那个修复精华面膜，对对对，是就是我们新出的一款面膜，它里面是有服帖的，就是更好的可以服帖皮肤，然后它可以淡化细纹，也可以遮痘印，都很好。谢谢三三，谢谢。谢谢三三。最后，三三，那个 ，OK。All right， 接下来剩下最后两个产品的，所以呢，你的命中率是50%， 50-50。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火火，让火火上来。那火火，你有心机。你刚刚绑头发的，你看到吴卓羲已经放下头发了，有心机，心机不要好，已经爆表了。你就这样就好了吗？你要包不要包？要包。OK， 好了，来，好，回过神来，继续问一下我的问题。什么产品？只剩两样产品。比较简单的。看着我说的。美白保湿的。贴片的面膜，贴面的面膜是吗？对，这个是吧？我喜欢他讲结构，对，因为它是提亮效果特别好，然后去暗黄，又美白。所以我。今天没上回去，需要吗？就漂白了。明明需要发光，发光回去要。哦，谢谢。对，好，效果真的特别好。然后呢？这个呢？这个是什么产品？补水面膜。补水面膜。这个几乎我每天都要用。是，你也要用，因为你常常在飞机，然后飞机里面的那些我在飞机上都用。其实我是在飞机上住的。好的，对，所以你更要用我一下。我所有补水的面膜，对，所以我买很多可能放在那个包包里面，对不对？经常坐飞机的时候可以用。啊，你的 PA 很惨，还是要扛着这么多那个面膜？哎，没办法，就是住在飞机上， okay. 没办法。一人一人就是这样。那谢谢波波，谢谢。那麦克风，谢谢。哎，助手。大家都不用，我肯定你有
便利。没有，他没有看过我刚才。可是他们骗到已经魂不守舍了，然后基本上下去他就，刚才你握了他的手。好，我们把这个可以退下去，谢谢。OK， 好。接下来已经完全的可以进行你另外一个才艺表演了，因为我们知道呢，才艺表演。对呀、啊。其实我今天来是来摸索的。不可以。然后可以把自己变不见、是吧？对，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吴主席跟我们就是互动，跟我们一起分享了一些我们美丽誓言的产品。我们在电视上也看到他的演出精湛的演绎。接下来应该就是你开场的时刻。我开场了，我一直站在这里。你们 concert？ 哦 ，concert， OK， 这很要唱歌嘛，是吧？是，好吧。我得送我的自己的歌给你们听。我会看一下现场的反应 ，OK。假如好的话呢，我们先唱一首；假如更好的话，尖叫声很大声的话，我们可以来两首。哦，不是，我本来我是这样的，如果是尖叫声很大的话，我就唱多一分钟；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只唱一分钟。哦，所以一直要尖叫，一直要尖叫、是吧 ？OK、好。所以首先我们看一下他们尖叫指数有多高，是吧？哎，对啊。想不想听我们吴卓羲现场高？多一点点 okay, 多一点点 OK everybody gather gather 把你们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声发出来 OK 大声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唱了 Ready 3 2 1 Go、Not bad 可以行那行好我们先唱一分钟好吧暂行我们再两分钟哦好吧好好谢谢 好来吧来掌声送给吴卓羲好送给你们啊，以前我在公司里面的一首歌，就是《男人就是女人》。怎么？先唱。Hello。你把我放哪里？深深的回荡，当初的那一场。这世界的我要假装，只为为你闯，恨你独自释放。我这苦痛太多恰当，无奈这种苦况我必闯。为何无情地放手？为何无权地挽留？你已尽气。想起当年时那般亲热情动，我落泪。
掌声鼓励我很开心，谢谢。其实